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疫情趋缓，内湖区公所特别利用假日的傍晚，在大湖公园阳光草坪举办露天音乐会，邀请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户外音乐演出，还有儿童剧，吸引许多家庭和亲子朋友踊跃参加。而适逢年底选举，港湖地区的各议员参选人也把握机会，现场发送选举小物和民众互动。现场是内湖区公所结合有关单位，利用假日的傍晚，在大湖公园阳光草坪举办一同看戏去露天音乐会活动，邀请到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TSO 管乐团结合歌手演唱脍炙人口的国台语经典歌曲，吸引许多民众扶老携幼来到户外的大草坪欣赏这场音乐飨宴。因为疫情的影响，内湖区公所大概今年度的第一场艺文活动，本来我们每年大概都有两场了，那这是第一场，第二场大概在九月，我们有所有内湖区所有的国小、国中、高中的社团，然后来做那个艺文表演。那今天的第一场呢，我们邀请的市立交响乐团，还有我们那个儿童剧团来做一个暑假的一个表演，希望给一个我们内湖的区民哦，大家一个愉快的暑假，那让小朋友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儿童剧团。刚好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微风轻拂啊，然后很适合大家在郊外躺在草皮啊，来听听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光。大湖公园大家都知道，这是内湖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标了。然后它的场地也很宽敞，那交通也很适中，地点都很适中哦，交通也很方便了哈。那所以我们大概几乎我们的活动大部分都在这边办理了。那其实碧湖国小也可以，但是它的腹地比较小一点，所以如果是大型的活动，我们大部分都在大湖公园举办。那今天除了我们区公所主办以外，我们有好多区级的单位都一起来协助办理哈，包括有税监处啊、邮局啊、国税局啊，他们来做一般的宣导，那希望让这个活动能够更多彩多姿。那我们内湖区公所办这个艺文的音乐会的一个活动，我们今天内湖区39个里的里长也来蛮多的哈，在这个地方又是很好的一个大湖哈，环境又好，大家在这里听到那个音乐，心里都好高兴、好温暖哈。那在这里祝福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港湖地区的民意代表也踊跃出席活动，包括立委高嘉瑜和多位市议员都到现场与民众同乐。而适逢选举年，各党派的市议员参选人与团队也把握机会来发送选举小物与民众互动，让活动的气氛更加热闹。我们内湖区的区公所，我们区长林秉忠对于地方的艺文活动推广非常的用心哦。在父亲节的时候，搭配现在的父亲节节庆，还有艺文活动哦，举办了这个音乐的飨宴哦，实在造福地方。然后我觉得是个仲夏夜之梦，让大家可以在徜徉在音乐的美妙的音乐里面，特别是在我们大湖公园这个草地哦，草皮这个公园非常漂亮，大家看到绿草如茵哦，这个草地就是我争取的，因为过去很多办经常办活动，很多草皮都会踩到秃光光。那因为里长跟我来会刊之后，分区养草，养草不是养鸡哦，养草把草皮养起来，所以大家看到绿草如茵，这个就是要有基层经验，然后接受地方的陈情会刊。所以我觉得地方民意最重要，要接地气，也是选举
不二法门啊，所以要继续努力。因为选举到了哈，所以要站路口哈，跟垃圾车哈，所以大家各位观众看到我，其实晒得非常黑哦，我甚至连鱼尾纹都晒黑了，那我皮肤整个都变黑了，甚至我在上节目的时候，连化妆师都说我已经黑到粉底涂下去都没有用了。所以来继续站路口的话都是这样。不过我觉得站路口或跟垃圾车是跟选民一个互动的一个很好的经验，包括菜市场的地方，这个都是基层接触民众一个最好的地方哦，也是接触民意最佳的一个管道哈。大武公园应该是世界哈一个美景，然后我们内湖区公所跟我们内湖的社区发展协会连着三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在这个傍晚的时刻，我们举办了不同的这个性质的活动，希望我们内湖区的居民能够走出我们这个室内，到我们大武公园，你看我们的整个好山好水的景象。这个在疫情期间慢慢的缓和的时候，让我们的家人一起走出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让我们的精神更愉悦。对啊，我觉得亲子的活动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哦，因为我自己也办亲子电影院大概有十年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很重视家庭要一起一起和乐，然后一同阅读，一同学习，一同生活，一同娱乐。所以我今天办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非常棒，我们将来也希望市政府推出更多的亲子活动，譬如说我推的电影爆米花电影院就是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然后马上又在我们的南新公园南港举办8月份。对啊，我们一起加油，谢谢。选举当然很辛苦，但是从辛苦的过程当中就知道过去常年的努力大家给你的评价哦。那我觉得那个努力的过程就化为接下来每一天你会珍惜那每一票，有机会当选你就会去珍惜每一个选民的支持跟记得他们的托付。那当然今天在大湖公园连续三天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每天的活动内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每天仍旧来了很多的民众参加，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透过这些活动也看得出来这个疫情终于解封，慢慢解封了，大家愿意走出来，全家走出来哦。那区公所包括台北市政府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这次活动非常丰富，我们也看到从区长里长还有我们地方的所有的社团健康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哦，也带着很多团队，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团体，民间的团体，内湖在地的团体，还有我们整个台北市政府相关的一些艺文团体也都来参与，造成这个是一个希望是每一年他们都有机会来，那这个是我们内湖的文化就在我们的大湖公园，非常精彩。大湖公园哦，大家看到这个天气，每年区公所在这边都有办这种大型的音乐活动，那它很有意义的地方是它结合了台北市内湖区南港内湖区，因为这是区公所办的，它结合台北市内湖区的所有的社团协会李林还有学校，它会让大朋友小朋友你有一个表演的空间，同时也可以让这个场地发挥最有效的运用，还有这样的草皮夏夜的晚上听听音乐，我觉得那是内湖人很专属独一无二的享受。那我自己是内湖南港的小孩，其实我小时候的大湖公园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这么漂亮跟那么热闹，这就是所有民意代表共同的努力，所以我觉得政治还是要落实在人民的生活之中。那我们这种新人从政呢，为什么要背这么沉重的气球？其实它很重，它后面还有一个大电池，你看它是一个很重的电池，是因为新人从政它比较少资源啊，比较没有媒体会报道我们这种平常默默在做事的人，所以相当很谢谢我们今天台北我们台北电对中嘉新闻给我们被看到的机会。那我们其实跟中嘉新闻的理念也一样，你不是报道那种有收视率的新闻，你是报道需要被看见的新闻。那希望说大家也可以中嘉新闻还有我们这样的人多一点被看见的机会。我自己把我的名字极大化，像这个就是柚橙色的口罩，葡萄柚跟柳橙，柚橙色的口罩，这也是柚橙色的气球。那我的名字呢，不知道刚好现在有一个很知名的韩剧叫 Netflix 的，好像一个什么律师嘛。我的名字正着念反着念都是陈佑成。每位议员参选人勤跑港湖的活动，与民众近距离互动，并透过选举小物或文宣凸显个人特色，都让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傍晚时分，全家大小在大湖公园的大草坪上，一边享受大自然风光，一边欣赏音乐响宴，大家都共同度过了一个快乐又轻松的假日时光。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北市内湖区公所在大湖公园举行了一场露天音乐会，立委高嘉瑜特别前往参加，并且表示非常支持这种艺术下乡的亲子活动，也让好山好水的大湖公园展现出独特的人文风貌。港湖地区选出的立委高嘉瑜这次来参加内湖区公所举办的露天音乐会活动，在现场除了跟民众热烈的互动拍照留念，也特别赞许这样的音乐下乡活动对于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休闲亲子活动。从现场可以发现，许多家庭总动员在草地野餐欣赏音乐与演唱，气氛非常的悠闲美好，仿佛置身在国外或深山的感觉，身心灵的感受相当舒服。内湖南港这边的艺文活动很丰富，尤其是在我们大湖公园的草坪上，常常假日这个亲子都会来这里游乐。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音乐表演，搭上今天的天气，其实还蛮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那夏日晚风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之下，提前来度过愉快的父亲节，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我们大湖公园一起来走一走。有人住附近吗？对呀、啊。哦，你看走路来就可以，走路对不对？享受这么好的这个，跟国外一样，然后这个音乐，然后那边度假，那个树下还有人，好像以为在露营一样，人家以为你在这个尖石山上，就是在大湖。尖石山上，就以为在山上露营就没有，就在城市里就有这么好的地方。谢谢啊，谢谢。拜拜。对，在这里就是湖光山色，因为在台北市中心有这么一个可以休闲，然后有这么美丽风景的地方，真的非常难得。那再加上我们这里的民众其实也都非常的友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说台湾人那种开心自在的一种环境跟很棒很舒服的一个气氛。立委高嘉瑜表示，透过艺文活动让更多人走出户外，来认识这个风景优美的大湖公园，而透过艺术活动也让有山水之美的大湖公园增添人文气息。立委高嘉瑜也邀请民众有空就可以来这边走走逛逛，坐在草地上亲身体验大湖公园的自然魅力，非常疗愈。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一年一度的大同区公所成年礼活动受到疫情影响，以线上方式进行，总共有73位礼生和家长在线上参加。区公所除了准备丰盛的奖品，还精心安排亲子默契大考验、精油按摩孝亲仪式，让礼生和家长们共度一生一次难忘的成年礼。来，各位礼生，各位家长，摆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73位礼生和家长们透过荧幕进行成年礼仪式，主持人也一一献上祝福话语。大同区公所以线上方式举办成年礼，并且安排亲子趣味默契大考验、精油按摩孝亲仪式等活动。而参加的礼生们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有多组姐弟党、兄弟党，还有双胞胎组。许多家长表示，第一次听到孩子说我爱你都相当感动。看镜头，看镜头，笑一个，笑一个，这么美。好，祝福我们文慈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好，恭喜文慈。再次，好，当然是我们的江木林。木林，木林，那个举手键，哦，找到了。木林，帅帅帅帅，真的很帅啊！哦，欧巴，对，来大龙区的欧巴，来，我比赞哈，来，三二一。那我们就祝福我们的木林万事如意，建功立业。恭喜木林。好，今天是我们大同区111年了，放心展望，一起大同的线上成年礼。那因为今年呢，每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为了庆祝人生的转捩点啊，我们都会办成年礼。那不过啊，这两年确实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考量不群聚啊，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把大家忘记，我们办了线上的活动。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过完情人节，接下来再隔两天就是父亲节，那我们主要是要让爸爸心目中上辈子的亲人，或是心目中的无敌铁金刚，利用这个下午跟爸爸妈妈嗨一个下午，过一个有意义的成人节。
来，爸爸妈妈，你可以要求这个力道要不要再重一点？那轻一点。超人爸爸，我要重还是轻？哦，再重一点，啊、哦。除了让李生和爸妈温馨互动，区公所还准备丰富奖品以及彩蛋大奖，有现金5000元红包，还有运动手表、蓝牙耳机等，要让在家防疫的李生与家长也能在空中嗨玩一下午。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李生要带回去？来，请转盘。这下就赢。结合，为了让各位李生跟爸爸妈妈的互动，我们今天啊特别除了默契大考验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校庆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精油按摩，哦，还有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默契大考验。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彩蛋大礼，这个就容我这边先卖一个关子，可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大龙居啊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因为今天啊最佳的男女主角就是各位李生嘛。大家都成年了，也祝福大家能够展翅高飞。那展翅高飞的同时，也要记得要孝顺爸爸妈妈。那我这边也要同时祝福啊，线上李生的爸爸妈妈，家庭幸福啊，身体健康。那同时啊，再过2天就是父亲节，我也要祝线上的爸爸父亲节，还有我个人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大同区公所方月琪区长表示，成年礼一生只有一次，有着延续传统文化的特别意义。随着时代进步，活动需要添加更多年轻人喜爱的元素，并借由网络社群媒体的传播，扩大活动的能见度，也为大同区成年礼打造出好口碑。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Home Plus 中加宽屏在地影像培力与增建计划开始喽！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丰富奖励等你来拿。详情请洽中嘉新闻 FB 粉丝团，或扫描真件简章 QR code。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哦，中嘉集团关心您。适逢中秋文旦产季，农委会鼓励民众中秋烤肉买食材，选择当地农渔产品，推出促销优惠方案，消费满额就可以抽200元农油券，预计发出30万份，可以在全台3500家合作业者折抵消费。农油券3.0推出，农委会在适逢中秋之际，鼓励民众烤肉买食材，挑选当季营养的农渔产。民众只要在农游券活动合作业者及4大农委会合作平台购买文旦、石斑鱼、白带鱼、竹夹鱼、五仔鱼、台湾鲷等6项农渔产产品，消费满600元以上，到 App 登入发票，就能抽200元农游券。我今天要跟所有的消费者报告一个贺康的，就是要推出我们的农游券3.0。那我想在农游券2.0的时候，深受大家的喜爱。其实我们做了问卷调查，满意度高达97%，在这样的满意度底下，我们发现所有的3000多家的业者新增加的客源是超过60%，而且这样呢带动整个农渔村超过500万的人次来到我们的农渔村。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所有3000多家的业者里面，包括我们的农渔会超市，包括许多卖贩售台湾农产品的业者，以及我们的休闲农场，有84%的业绩是非常有具体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所有3000多家的业者，待会慈铭总干事可以分享，99%都希望农委会可以再次的来发动我们的3.0的农游券。那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投入10亿，我们创造了高达70.7亿这样的一个收入，其实这样的一个政府的支出对这样的一个收益达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因为有2.0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今天推动了我们的3.0。这3.0活动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中秋节来剥文旦，来吃石斑，我们的6吃新万。那六吃呢，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文旦，接下来当然包括我们的石斑、我们的白带鱼、我们的竹夹鱼、我们的蛙鱼跟台湾鲷。那什么时候开始？从今天开始，那一直到我们9月底，你只要在这一段期间到我们所有3000多家活动的农游券活动业者，以及我们还有4个电商的平台，只要在这里购买，你都有资格可以来抽农游券。所以我们有2波，第一波就是8月8号到9月30，欢迎一起来采购。第二波等到抽到农游券之后，我们欢迎再到我们所有的3000多家的农游券业者来消费。那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大家都有手机，你只要下载，其实之前已经有超过好几百万的消费者都有我们的农游券的 APP。 在 APP 里面，你只要点进去，那有一个叫店家查询，店家查询里面有一个活动叫做剥文旦来吃石斑。这个活动完之后，你看你要想去哪个县市，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有我们丰富的农渔畜的产品贩售，也有许多的生态休闲农村的旅游，那你就可以点相关的县市，之后你就可以到你所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店家来购买。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受益到，不只说让大家认识我们全台的这么多的农会跟农这些农特产品贩售点，然后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管道可以来知道吃到我们台湾最棒的农渔产品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善的循环呐、啊，善的循环。因为在我农会的超市的话，大家因为农游券而认识的农会，然后来到农会之后才发现说，哎，农会其实卖的是所有全国的最优质的农特产品。那还有就是我们当地小农、青农最棒的产品，简短的一个我们的食物的里程，跟我们这个减碳其实是也是就是一个相关。然后来就是说，农友也不用为了这个农产品到处，像尤其我们现在小农青农为了这个农产品到处奔波去卖去做宣就是广宣。那其实透过农会这个平台，大家来到农会的之后把他的产品都带回去，我觉得这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那而且我觉得因为农会的本质就是要帮助这个农业，农业都是要帮助农渔业，然后给农会发挥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然后让社会大众对这个农产品有所认识。然后我觉得哈，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想就是说，今年在推凤梨世家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说，哎，我不要吃凤梨世家，我要吃那个大白啊。他们认为说凤梨世家的是寡小歹六哎，然后他们不要买。所以后来我们很认真去推之后，我发现消费者反而觉得说，哎，大木的凤梨世家一起就偏甜。那个大木的释迦是比较甜甜，然后蓝黑凤梨释迦有酸酸甜甜的微酸微甜的风味，反而大家会喜欢。所以我倒是觉得说，借由这个农游券的推广，鼓励大家来吃，然后这样的话反而是我们一个农产品推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我超市那边的收益。那当然也是因为有农游券之后，大家认识了我的超市，让我们的业绩真的有成长。可是我觉得这个成长再来就是说，我们协助到更多的农产品，更多的小农、青农，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也是发挥我们农会应有的宗旨，就是照顾农民，增加农民的收益，然后让我们农村经济可以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善的循环。啊，这个石斑鱼跟这个蛙鱼，还有台湾鲷，是台湾大宗的养殖鱼种。那竹夹鱼跟白带鱼是近海鱼种。也是目前台湾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外销的鱼种哈、哦，
都是具有高品质以及高经济价值。好像这个石斑鱼，石斑鱼呢，在台湾常见的有三十几种，那有养殖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十几种，十三种左右啊。那我经常在外面看到这个餐厅啊，招牌如果挂着说生猛海鲜，我想到的就是石斑鱼，因为它是底栖性、肉食性，活动力非常强。那目前台湾的这个养殖的石斑鱼的大宗还是龙虎斑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它是由公的那个这个龙胆石斑以及母的老虎斑呢，经过人工配种培育而成哈，所以说它有这个龙胆石斑的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而且有老虎斑的这个细致的肉质哈，这个过去都是在高档的餐厅里面才吃得到的。那另外像我那的蛙鱼哦，它有少刺，而且呢它的鱼油脂丰富啊，它的这个肉质鲜美。哇、哦啊，这个部分我记得以前早期在乡下哈，或者说一般的这个民众啊，还有俗谚说鹦鹉是秋三面四四尾家，或者说有些人讲说鹦鹉是红三三面四家啦，蛙鱼都排在第一位，就表示说这个是高级鱼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鱼种。那现在这个蛙鱼除了全鱼之外呢，有做分切蝴蝶切啦，或是说我们的这个鱼叶干等等呢，食用非常的方便。那另外像另外一个品项，像台湾鲷，台湾鲷也是台湾的养殖渔业之光哈。那我们知道的早期的这个无锅鱼，经过不断的这个育种品种改良之后，现在是体型比较大的这个台湾鲷。哦，它我们现在都有各种的一个认证，行销到欧美哦，行销到欧美，也是我们国产里面的 CP 值会非常高的一个国民美食哈。像现在中秋节，这个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烧烤的鱼种，蛙鱼也都是非常好的烧烤鱼种。那白带鱼跟这个竹荚鱼呢，这个也都是我们近海的非常好的好鱼。那我们都知道说，鱼肉是最优质的这个蛋白质，除了营养丰富之外，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EPA、DHA 等等，都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或是促进小朋友发育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好。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多吃鱼多健康。那现在鱼会啊生产的这些鱼产品都是有事先检验，而且在有认证的加工厂处理哈，三清真空包装，冷冻低温栽培，整个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即日起，在3000多家农渔会超市消费，满600元可抽200元，预计发送30万份，刺激买气。10月5号抽农游券，获奖民众可以在年底前再消费。记者翁俊台北报道。8月8号是父亲节，对职场爸爸来说，在疫情加通膨的影响下，肩膀上的负担却是越来越重。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高达47%的职场爸爸为了增加个人收入，必须从事第二份工作，兼差比例创历年最高。现年36岁的 Nick 是三宝爸，本身是一位摄影师，和太太两人月收入约10万元，但一家五口每月基本开销就要近9万元。但因为孩子还小，想等孩子大一点再去兼差。50岁的 Tony 过去一直在电子业负责研发与采购，在步入中高龄时被公司优退，当时一人带2个孩子，半年没有收入，每个月生活费却将近5万元。幸好后来遇到贵人，薪资收入也回到以往水准。到了这种40、50岁啊，然后做到一个程度，然后公司刚好经营团队换人，那这个时候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因为孩子已经也长大了。那要面对的是国高中，然后甚至是大学的学费，所以在像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大家就是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经济的环境也不是很好，也不是非常友善，所以说在这期间呢，就感觉到压力非常大。那因为从高阶工作，然后因为忽然没有工作了，然后就是你必须去找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高阶的工作，那这个时候的薪资，还有职场的同事的对你的看待，那种压力是双重的。那再加上结果就是做了这样子的工作，比较年轻人，更年轻人，这刚出社会的这种工作之后啊，那发现职场的老板跟同事还有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不是很 match， 不是很能吻合，所以结果还是又离职了。那
中间因为还是因为每个月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还是必须要去付，哦，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想一些办法。那我之前也有去我现在有拿到大客车的这个驾驶执照，而且是职业的，哦，那就是等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想要很多的第二专长，对，那我想这个压力是在所难免。那好在现在又因为以前的一些人脉，结果又回来，然后有其他公司重新挖角，然后再回到职场。好，那很高兴有这种机会。那我相信可能也不是那么多这种中高年龄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众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自己也感同身受，觉得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我跟我老婆大概加起来的薪水大概差不多10万左右，那因为三个小孩要养，所以大概每个月花费的支出大概会到9万。那如果有再多余的额外付出的话，就是可能会吃到自己的老本，这样就等于说我不能兼差啊，没有时间兼差，就是等于说先暂时先让，因为小孩还小，就先暂时先这样，然后就先不打算兼差，就先把老本吃一吃。那之后等小孩大了，想说如果要再赚多一点的时候，到时候再兼差就好了。对，现在先暂时还过得去这样。现在就是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没有时间就是去打工，所以我就变成说我是投资的方式，我可能投资朋友的二手车行，然后可能额外会多一个月可能多个10000块的收入，就让我可以减轻一点压力这样。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高达47%的职场爸爸为了增加个人收入必须从事第二份工作，兼差比例创历年最高。而兼差工作像是外送快递、计程车司机、出工水电工，还有物流送货等。这次调查主要针对职场爸爸的生活压力，那发现有47%的职场爸爸为了要增加收入而选择要有第二份工作的兼差。那兼差最常见就是外送哦，那再来就是 Uber 计程车，接着有一些是出工水电，还有一些会选择做物流送货，最后是文书处理，都是一些门槛比较低，那时间和地点弹性相对比较高的兼差工作。如果以现在这个1到3月份的实质性薪资来看，只有41000多而已嘛，那两个加起来其实还不到这个水准，等于只有82000多，所以显见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育儿标准，所以可以看到出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选择不婚不生哦，就是因为完全没有办法 cover 说支撑一个家庭，而且还要养育小孩。我们调查发现说，让他们压力最大的第一点当然是物价一直在涨，还有房价一直涨，生活费高涨，这是让职场爸爸压力最大的来源。那其次就是育儿的压力哦，因为可能育儿不只是要养活他而已，还有一些生活教育费很昂贵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房贷很吃紧，我们知道其实房价年年都在涨，现在的年代要买房是很不容易的。那房贷的另一部分可能租屋主相对来说房价也这个房租费啊，房租也会升高。那再来就是可能很多爸爸为了要有第二份工作而牺牲了陪伴小孩的时间，那甚至有一部分的职场爸爸是连头期款都拿不出来的，为了头期款而烦恼。另外根据调查指出，职场爸爸认为双薪家庭要跨过育儿门槛，夫妻合并收入至少要有88334元才养得起孩子，也反映出身为家庭经济支柱也承受更大的责任与压力。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宝可梦将在10月21号到10月23号在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活动，由飞翔皮卡丘计划和智慧型手机游戏合作，将会有台北市限定的穿着绿色 T 恤树果的皮卡丘现身台北街头，让玩家们尽情捕捉。穿着绿色 T 恤树果的皮卡丘与爆炸头皮卡丘现身于台北市政府中庭广场，为即将在10月登场的 Pikachu Weekend in Taipei 进行宣传。市长柯文哲也身穿呆呆兽衣服为活动站台。宝可梦公司与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合作，将在10月21到10月23号在大安森林公园举办 Pikachu Weekend in Taipei 活动，号召粉丝们进入宝可梦的世界来趟城市旅游。这个从2020年的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全世界都在疫情的笼罩之下，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边境解封应该在可预期的时间。那么当我们要开始与病毒共存了，要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那我们开始准备这些观光产业。当然了，
台北迎向世界的第一场国际性的活动，应当是明年二月的台湾灯会。不过在那之前，你讲要开始进入暖身活动。那么今天这个台湾的这个包裹运公司呢，跟台北市政府合作，要在10月1号到23号有三天呢，在大安森林公园，有这个皮卡丘飞翔皮卡丘的计划。那到时候会有一大堆皮卡丘到大安森林公园。那至于怎么玩呢、啊？坦白讲，我也不会玩，从来没玩过。我也担心好了。那年轻人不晓得为什么天生就会，我不好理解。所以，那这个他们，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跟可达鸭扯上关系。然后他叫我穿这个可达鸭专属的衣服，听说这一件还是为了给我穿特别定制的。我在想，不是我跟他哪个地方像？除了阿婆这个动作以外，好吧，那结论是这样的啊、哦。我们就10月21到23号，欢迎大家到大安森林公园啊，这个宝可梦寻宝活动，到时候有很多这个好玩的游戏可以玩的。那这次要送我吗？对的。活动期间内，训练家们能够在台北市享有特别的活动内容，还可以购买入场券到主会场大安森林公园领取更多丰富的游戏内容。同时还有台北市限定的穿着绿色 T 恤树果的皮卡丘现身台北街头，让玩家们尽情捕捉。皮卡丘ウィークエンドとは文字通り週末をピカチュウで楽しんじゃおうと。いうもので日中と夜とでイベントの内容が分かれます。ピカチュウ Weekend 顧名思義就是要大家一整个周末从早到晚都有皮卡丘陪伴。まず日中ですがポケモン GO 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早上先由ポケモン GO 打頭陣。沖縄で空飛ぶピカチュウプロジェクトの実施した取り組みでは、私が今来ている加入しピカチュウをポケモン GO の中で出現させました。在冲绳的活动中，有穿着卡利尤西衬衫，也就是福永董事现在目前穿着的衬衫的皮卡丘在ポケモン GO 里面出现。同様にこの台北の取り組みでも登場するピカチュウをご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而在台北的活动中也将会有一支特别的皮卡丘登场。台北は美味しいフルーツが取れます。我们知道台北市吃得到很多很美味的水果。この週末もドライフルーツ、マンゴーと食べました。我这个周末也吃了火龙果跟芒果。ポケモンが住む世界ではたくさんの木の実が取れます。而在宝可梦的世界里有很多美味的树果。それをテーマにした服を身にまとった通称木の実 T シャツピカチュウです。我们为皮卡丘换上了一件以树果为主题的 T 恤，就是树果 T 恤皮卡丘。イベントが近づくと、台北市内で出現し、約1年以上にわたってゲットできます。树果 T 恤皮卡丘将在十月活动将近时，在 Pokémon Go 里面登场，而它预计将在台北市内出现，而在游戏里面它会出现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台北大安森林公園を中心に実施するポケモン GO イベントについての詳細は順次告知をいたしますので、楽しみに待っていてください。我们将在近期公布ポケモン GO 活动的详情，敬请期待。说明一下，因为在台北市，我们在选择地点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希望这个地点是可以容纳比较多民众，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也不要受到。这个天气然后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是说我们选择可能天气上比较不会遇到常常会遇到下雨或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觉得这样看下来它的场地是比较适合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台北市也有其他地方也会有很多很好的场地，那这也是我们跟保险公司大概做过几次场刊之后来做的一个决定，这样子选择上第一个法规 OK， 那第二个也是当然因为选择很多商圈他们希望能够来合作的部分，所以景点部分真的是有蛮多选择的啊，请大家再稍微期待一下。那这个打卡的景点的部分应该会让市民朋友非常非常满意，就是说如同刚刚活动介绍，10月21到23号除了大安森林公园以外，其实届时整个10月在台北市里面这个活动算是在台北市的各个地区
都会有蛮不错的一个活动内容。因为我们知道这大安森林公园这部分是哪几个 Pokemon Go 的活动，那这应该到时候会透过他们游戏里面，我想这个游戏应该会参与的人本来就很多。那至于你问我说要多少人，我当然是希望整个全台湾的国内的民众都来这边来参加，但是因为它的范围是刚刚影片就在台北市的以内，所以我想只要有游戏体验过的玩家在台北市，我觉得应该数十万人以上来透过这几天的活动参与，我想应该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观光传播局长刘益廷表示，由于活动日期是在十月之后边境，渴望有新的政策发布，期望能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并带动国旅发展。关于皮卡丘 Weekend in Taipei 门票打卡地点等讯息，之后陆续会有相关活动细节公布。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眼见一定为真吗？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 AI 技术可以移花接木，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步：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透过各种管道来查证。破解假讯息行动四步一要：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嘉集团关心您。世新大学八月一号举办卸任新任校长交接典礼仪式，第十任校长由陈清和上任，典礼盛况空前，有将近400名产官学界代表出席祝贺，现场热闹又温馨。2011年5月6日，议决敦聘陈清和博士为世新大学校长，将印信交给陈校长。在世新大学董事长周成虎的监教下，卸任校长吴永前将印信交给新任校长陈清和，八月正式上任。产官学界近400名代表也纷纷到场祝贺，齐聚见证世新的历史新页。陈校长是道道地地由世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从专科时期广电科毕业后即留任留校服务，跟随着创办人办报教学，是创办人这么节俭的人唯一送去日本进修的得意门生。之后再赴美国取得传播硕士以及本校传播研究所博士，在高等教育任教超过40年。陈老董事长提醒我在这里一定要讲一个小故事。陈校长40多年前差点就命丧世新校园。大家认识创办人的话，一定知道他工作是从下午到清晨的。有一天深夜，协助他排版的时候，陈校长被毒蛇龟壳花咬了一口，当场奄奄一息，脸色铁青。创办人老校长马上立刻背着他出校园就医，创办人眼泪汪汪地对着担架上的陈校长说：清和，要是你今天大难不死，我的历代子孙务必会了了我的心愿，让你成为校长。最后一句当然是开玩笑，也代表命运是有趣的。绕了一大圈，从三专生到校长，真的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身为一个校友，我怎么说我实心我骄傲，我真的为这个校骄傲。各位知道，创业维艰，守成不易，改变自己。世新大学从专科
还不是专科，还职业学校到专科，是一个创业维艰的时代。到了专科以后，一直到了学院，我把它称为叫做守成不易的时代。从学院一直到大学，其实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改变的时代。面对改变的时代，我想我个人过去的七年，今天在学校，我的态度都是一样。我有三个承诺。第一个承诺，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校未来在我这个团队新的团队继续努力之下，能够为学生，首先第一个要做到课程的改造以后，让学生在我们学校里面，他就是一个所谓的跨领域学习的一个所谓的斜杠人才。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今天我在做这么多的会议，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期待，希望我们世纪大学秉持过去理论实践，但是我们的实践必须要跟产业结合，这个部分是我第二个，我一定会做到让产业跟我们世纪大学之间零距离。第三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让这个学校能够有永续经营，除了董事会在我们的财务的稳固之外，我们个人，我包括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的学生，我们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家庭，希望这么一个大的家庭能够永续存在。恭喜陈清和担任我们第四届新的校长。诚如刚刚周董事长介绍，陈清和校长他从三专到博士学位都是取自于世新，从事教育40年，那么在学界历任大众传播系的系主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务长，然后我任内，从我上任第一天开始担任到副校长，一直到今天接任校长。刚刚周董事长也提了，在实务方面，他曾经担任台湾电视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所以呢，在整个教育行政方面，他的历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完整，个人的领导风格他也是非常的勤恳务实，所以我相信未来在他的带领，在周董事长的督导之下，世新大学一定可以创立另一个高峰。陈清和投入教育界逾40年，曾担任台视董事长兼总经理、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等职务。2009年起回世新母校服务，获得行政绩优、产学杰出等奖励，同时仍持续为传播产业贡献。随着媒体朝向数位化发展，陈清和认为世新大学特色除了新闻传播学院外，也应将其他学院密切与新媒体特色结合，让教学与研究更贴近智能社会需求。过去我当传播学院院长的时候，我觉得我只要关起门来把传播学院做好就可以了。今天我身为校长之后，我当然要照顾的是整个大的家庭，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是有两个口号是后续我们一定会做的，一个是数位传播贯穿各学门，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的传播学院的强势、我们的特色，把我们的管理学院、把我们的人文社会学院、把我们的这个法学院这些教学课程产出跟产业之间的距离把它拉近，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会做的。第二个呢，是面对科技变化的时代，我想只有变化才叫不变，所以因此呢，世新大学这么一个媒体的学校，我们当然习惯于科技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创出了第二个口号，叫做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数据智能不外乎就是 ABC 嘛，一个是人工智慧，一个是大数据，一个是云端。
那么结合这些数据的工具之后，我们就结合了各专业。我在传播学院院长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个大学生进到一个大学之后，我们要带给他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不是知识，也不是工具，也不是技术，我觉得应该带给他一个希望。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大学毕业之后，他能够怎么去跟一般的人来竞争。我这样讲说，你们在学校叫同学，毕业之后叫同事，你在学校面对的是老师，毕业之后面对的是什么？是老板。因此呢，你务必要很踏实。我想未来我在校长的任内，我一定会贯彻数据智能怎么去结合各专业，各专业的智能怎么去让它变成一个专精的知识，知识的专才跟我们传播的科技的通才怎么把它结合起来。我想这个是我内心里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过去这八年已经做了这些努力，但这些努力已经有少少的成果。未来我担任校长之后，我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就是这两段话：我怎么去用数据数位传播去贯穿各学门，数据智能去结合各专业，让这个世新大学未来能够在这个大学的竞争里面，我们可以脱离掉少子化的一些困扰，那么走出一条自己应该走的路。我今天特别来这里啊，来恭贺来祝贺啊陈金和校长能够荣任世新大学的校长啊。这个地方是我的选区啊，常常也跟他互动，而且现在我挺为世新大学的校务顾问，所以今天呢、这个交接典礼办得非常的好，而且世新真的在过去吴校长的领导之下蒸蒸日上，那么他的注册率啊几乎100%，这是其他世新学校所不能比的。世新大学那么他的专任兼任的教授的比例也越来越提升，那么在此这次交接之际啊，赖世宝来特别祝福陈清和校长能够开创新局，让世新能够来更上一层楼。陈清和强调，面对高校日益竞争的环境中，世新仍将维系理论与实务并重的优良传统，并落实到新闻传播学院外的各个学门，同时提升师资结构，建构扎实教学环境，强化学生毕业时的职场竞争力。记者温俊台北报道。真的是法不怕，30岁郑姓男子开车逆向行驶在台北市南港区市民大道八段和中南街口，被警方拦下后发现他浑身酒气，同时拒绝警方酒测。警方发现郑男前一天才在新庄有拒测的记录，当场寄出高达新台币36万元的罚单。男子酒驾被拦下，员警对男子宣读权利和义务，但男子一副无所谓样子，说自己刚吃完姜母鸭，拒绝酒测。员警当场开出36万元罚单，因为他前一天才被抓到酒驾。拒绝接受酒精浓度测试水啊！我跟你再确认一下，处新台币不能过而已。没关系，处新台币18万元罚款哦，并当场依次保管你该车，就是你这台汽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警员谢家瑞、许哲元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见一辆自小货车在南港区市民大道八段与中南街口逆向行驶，随即拦停盘查。当驾驶摇下车窗时，车内散发出浓厚酒味，男子原先表示并无饮酒，又改口声称刚吃完姜母鸭。当警方要对男子进行酒精浓度呼吸测试，并告知实施酒测相关权利时，男子当场表示拒绝接受测试。经警方进一步调查，拒测的郑姓男子前日才在新庄区骑乘机车遭拦查酒测，已留有拒测记录，却仍未得到教训，依旧侥幸饮酒开车上路，只是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查，郑男再次拒绝接受酒测。警方寄出高达新台币36万元拒绝酒测累犯的罚单，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并告发郑男未依顺向行驶交通违规。南港分局提醒，酒驾处罚新制已修法实施，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5项，汽机车驾驶人于10年内第二次违反第4项规定者，处36万元罚款，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吊扣汽车牌照2年，即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习。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心存侥幸。酒驾除了伤害荷包，更将陷其他用路人于巨大死伤的风险中。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下，一查才发现他又酒驾了，警方记出重罚，开出36万元罚单，吊扣驾照，吊销牌照两年，还要上道安讲习，真的是得不偿失。记者黄少明台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再会。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哦。中嘉集团关心您。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 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LINE 讯息查证，加入 LINE 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加入好友。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My GoPen 同样加入 LINE 好友，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 My 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也可点选橘色按钮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散播假讯息不仅会罚钱，还可能触犯刑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眼见一定为真吗？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 AI 技术可以移花接木，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布，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透过各种管道来查证。破解假讯息行动四步，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嘉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中嘉集团关心您。